我们现在手上有很多国五的现车车型，有460、480、580的。这几天呢，准备要搞那个优惠促销活动了，这批车都要在12月之前要上好牌的。其实这批车子的配置呢都是很高的，也比较人性化。走，上车。多项调节的气囊座椅还是挺方便的哦，挺舒适的。将近一米宽的卧铺，睡个200斤的胖子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还有这个，是我们最人性化设计的地方。这两个按键呢是下窗功能的，还有一个多媒体的音量控制，USB 的接口，还带一个床头灯哦。一个人站在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个储物盒呢也是挺大的，还带灯的哦。中间这个也是这样，储物空间是非常大的，绝对够用。还有带有天窗，带有遮阳帘，还是挺人性化的。现在我们的国五现车还是蛮多的，这几天呢在搞那个优惠活动，460的现在是29个，480的大概是在30个，580的话在35个这样子。